这次的任务跟咱们第三场的竞演有关系。这么快吗？才睡了一晚。这次呢，是由飞行嘉宾跟你们一起搭档。 又来了，这次要不玩大的，很不一样的女孩子会比较完整一点。我想不到的一个组合，好喜欢的。曾经擦肩而过的我们，这一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哦，还是那个演员，我蔡老爹，我们的蔡国庆老师，你要跟他一起唱跳啊？要啊，吵架有点大，九个小兄弟是吧？那你是队长。 还没那个啥，你干嘛来了？我们今天这个主要是靠脱口秀啊，坚决不掉坑。你认为哪一组对你们组威胁最小？蔡国庆老师，还告诉你，我还真看不上你，你真的，你连威胁都不是你。我选旗袍吧。我觉得你们拿什么谢我们？这敢播吗？